大家好啊！今次 Patton 又有好介绍啊，就系呢套性价比极高嘅 New XDM 210嘅数码股啊。咁点解话佢性价比极高呢？因为呢套股每个股都用咗高配置嘅全网面，同埋有感应嘅股边。呢、這个阵容喺市面上一般已经超过10,000啦，但系而家呢套 DM 210只需要唔使一半嘅价钱，你就可以带佢翻屋企啦。呢套 DM 210数码股系由5个股3个拆片组组成嘅，我哋首先试下佢嘅大细声同埋反应先。好啦，我哋试下 high hit 嘅部分先，佢手感非常之好，大细声亦都做得好细致啊，仲可以完美呈现翻拆片静音嘅功能添。我哋睇埋 high hit 嘅特别部分，你完全可以踩出佢嘅松紧力度，同样可以做出拆片静音嘅功能。等我哋试埋佢嘅 Slayer 同埋 Tom 先，佢每个股都用咗网面同埋有感应嘅股边，大家都听到啦，网面嘅打击效果非常之到位啊，而佢嘅大细声同埋反应表现都十分出色，仲可以做到敲打股边嘅效果，可以好轻松咁打出唔同嘅层次。至於底鼓的部分，除了可以自由調校彈簧的力度去配合每個人不同的需要之外，踩下去的感覺也都非常真實，打擊反應效果也都非常好，還完全沒有 delay 添。這套 DM210 安裝非常簡單，基本上一個人都可以順利安裝完成。另外它也都附送了鼓匙去固定組件，也都可以根據個人的喜好去調校高低。這套鼓也都非常慳位，在你不需要練習的時候可以將它接起來，大大減少了使用空間。至於它軟件方面有5大功能，分別有拍子機、鼓組音色選擇、教練模式、錄音功能和內置歌曲播放的。首先是拍子机功能，它的拍子机练习可以做出4分、8分、8分三连音和16分的速度练习。至于它的鼓组音的选择，这套 DM210 入面有10多种不同的鼓组去给你选择，每一只都不同风味和不同感觉的。教练模式那里主要是分为速度练习和拍子练习的，那你就可以很有系统地在家里练习你的打鼓了。錄音功能，你可以運用它的錄音功能去錄得你打鼓的 demo， 去協助你的作曲、編曲、練習，甚至可以改善你的打鼓技巧。當你練習打鼓感覺到乏味的時候，你都可以運用它的內置歌曲播放功能去練習放鬆一下。至於它硬件的方面，分別有分線的接口、USB 接口、音頻輸入接口、output 接口和 9W 電源，在另外一邊還有耳機插口。咁整體嚟講啊，呢套 DM210 性價比非常之高，簡直係最強嘅打鼓神器啊！喺屋企練習打鼓，再唔怕嘈到人，亦都唔怕冇空間。佢仲有大把功能可以錄到音、播到歌，有拍子機、教練模式、USB 藍牙同插到耳筒添。呢套 DM210 一齊拆，以上所有功能，簡直係萬千寵愛在一身。如果大家對呢個 DM210 有興趣的話，可以瀏覽 Patton 嘅網頁或者打電話去 Patton 度查詢有關嘅詳情。至於網頁同電話就喺影片嘅下面啦。